刚忘记讲了四五六七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重新来讲。OK， 好来，好，第一个表格中阳明山图片替代文字是阳明山国家公园，然后连接到动作七，因为七我们还没做，我们现在做到六而已嘛，七还要做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可以先做连接啊，虽然七的网页我们还没有做，可是我们可以先做连接。然后呈现的目的区块为网页内容区，也就是所谓的 IMAN 那个黑黑框框的区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先把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图片有个替代文字，先把它做一下，叫阳明山国家公园。所以花鼠点上它，这个地方有替代，对不对？叫阳明山国家公园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它必须要连接到哪里去？连接到哪里 ？Park 里面的阳明山，按确定。好，你的目标在哪里？嗯 ，IMAN 哦。OK， 好，那学霸呢？学霸一样啊，替代文字叫学霸啊。连接到学霸，按确定。一样是到 IMAN， OK， 然后你不要以为这个没事哦，这是泰鲁格。这是玉山。好，那选单区我们正式完成咯。可是我也不想他做这替代文字干嘛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根本就看不到替代文字，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可是他有可能会去看你的东西啊，他有可能会进到你里面去看你的东西啊，所以你还是得做，这样懂意思吗 ？OK， 来按下载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如果不行，就照我的方式，一定要打上 download。OK， 好，选单区我们正式完成，今天就全部做到这个地方哦。